一成有冇網友聽唔到？今日我哋而家喺呢個香港人咧，喺呢個高雄嘅市集啊，啊，睇下有冇朋友喺現場聽緊先。咦，行家喎，喂，行家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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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邊個台啊？你係？我唔係台嚟噶，我自己開始一開始做 channel。係咩？係咩？你影咩？拍啦！你介唔介意啊？上鏡拍到我唔介意。OK， 你邊個出 channel 啊？即係未開，加油！今日要拍第一條片，係咩？哇，好喎！即係之前你都做開 YouTube 嗰啲咁樣嘅。我做 dentist 嘅喺台灣，哦，台灣做牙醫嘅咁。本身有一個牙醫嘅 channel， 最近新開嘅，咁諗住再開多一個開到個 channel， 講下講音講食啊，或者講下一啲生活化啲嘅嘢。好啊，好啊，我係冇辦法，因為你專業過嚟可能係。我唔係，我喺台灣讀書，跟住就畢業喺呢度做嘢。即係牙醫以外，就再做下 YouTube 做派。係啦，冇錯。OK。係啊，咁今日咁大嘅活動，咁一定要嚟睇下在香港人。係，喂，點稱呼啊？David。啊 ，David，哦 ，OK，OK， 喂，咁我唔阻你啦，加油啊，喂，期待你嘅 YouTube channel，OK，、okay, 好，加油，好啊，成功啦，一開始撞到個行家，咁啊，今日咧就係年初二啊，年初二，咁我唔記得帶個避震啊，所以咧個鏡頭可能好震啊，唔好意思啊，咦，呢邊有表演睇喎，啊，咁我交代完就先去音樂嗰度啦，嗱，呢個咧就係一個香港人嘅文化藝墟，就在呢個高雄的衛武營站，咁偏向叫做南高雄啦，即係中南部嘅咁樣。咁大概今日有30多檔嘅，我哋就先去入口嗰度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咁呢度今日就好多好多香港人喺度啦，香港人文化藝墟。好，見到1月23至25號，3點至10點鐘。咁每場有工作坊。呢個咩啊？1月23號。哦，呢個係和香港願意四重奏。哇，厲害！我哋係一班想為香港文化去宣傳嘅咁樣，所以我哋一班同理念嘅人就聚埋一齊。辛苦曬！創作呢個社團。辛苦曬！好，咁大家可以睇下啦，有啲好多得意特色嘅貼紙同埋產品。辛苦曬！好，呢度係吐氣揚眉，就賣冰鎮奶茶嘅，哇，都係好生意。哇，呢、這個豬腳薑好正。老闆嗰邊。係啊。哦，好講，唔得㗎。哦，好唔得。哇，係喎，煲緊。哦。厲害。豬腳薑已經去賣曬啦。賣曬啦，已經係，咁就得㗎啦喎。少量。哦，OK。好，生意好，新年快樂。好啦，呢，有个好熟悉嘅面孔喎、啊，你好，你呢个咪几犀利？大家好啊！就是、我哋 T-Lock 嘅台柱就系 Apple 啦，佢呢档咧就系卖呢个护肤品啊。系啊，我卖呢个乳木果油啦，系，同埋卖一个嘅尿波酸嘅 B5 精华液噶，系，咁啊系我自己嘅品牌啦，系，咁我都卖咗10年噶啦喺香港，啊，咁就。第一次擺攤，今次有一個優惠價嘅，咁啊好抵用，同埋呢個乳木果油咧純天然嘅，同埋我嗰啲產品咧全部都係經過測試，嚴格測試，係保證係冇呢個起泡劑啊，同埋冇呢個化學成分嘅，所以咧我呢個乳木果咧係 baby 都可以擦嘅，哦、啊，係啊，我想問你而家係 live 㗎 ？live 㗎，喺 T-Lock 度 live 㗎啦，係啊 ，T-Lock live 啊，大家好啊，大家有冇睇我啲片啊？你得閒你咧一定要。即係按讚啦、訂閱啦、share 出去啦，我哋啲片拍得咁辛苦，又要上字幕啦。係啊，就係呢個台前幕後，剪接都特字幕都做埋嘅。係啊，我一手一腳嘅，真係好辛苦嘅。大家多多捧場啊，多謝支持啊。Apple say 個 hello 啊 ，OK。有冇人同我 say hello 啊？有啊。Hello， 大家好啊。誒，咁我唔阻你啊，轉頭再講你。好。誒，你好，呢個傳説中嘅啡豆啦，嚇，鼎鼎大名。你好。哇，呢個風車賣喎，今日。再睇。係。車公廟合夥。喂，可以講兩句。啲咩啊？車公廟同我喺香港特登買翻嚟嘅。嚇！啲風車香港買翻嚟啊？哇！幾經辛苦先至運到翻嚟㗎。哇！呢空運㗎定係船運？空運。哇！咁好貴。哇！成本。哇 ！OK， 喂，即係淨係要。成本反映喺價格上面。明白。幾多錢啊？哦 ，OK， 搭呢個就搭呢個大風車。
哦，哎，你揸住先。呢個大風車，呢個就細風，呢個就細風車。冇錯，單口嘅就細風車。一定要整個風山水起啦。咦？喂，啡豆係咁犀利，風車都有得賣嘅。好玩啊嘛！哎呀 ，OK OK， 好，辛苦辛苦曬，陣間轉頭過嚟買。哦，好，勁啊！好有年宵 feel， 連維園年宵都冇風車賣，呢個有風車賣。好，呢個就是香港人士多。啊，係、哎、你好你好你好。咁佢有好多唔同嘅產品賣喎。喺、哎、有呢啲紅白藍產品。哎，正。你好你好你好。哎，好，請問呢檔係？係、哎、你好你好你好。係、哎，唔該唔該，讚讚。呢檔有啲咩產品咧？請問？呢一邊全部都係我媽自己的。哇！自己做啊？係啊，手工織嘅。哇！犀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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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之前就啱啦，之前咁凍高，即係壓涼咗好多。係。哦，呢個就係白長選物。啊、就是，白長選物係我之前自己嘅公司。自己公司嚟嘅。哦。OK OK OK OK， 好好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好。唉，我嚟到貓之家啦！唉、哎，好耐冇見啦啊！喂，今日點啊？今日忙唔忙啊？系、哎，今日系打翻个猫先。哇，今日吓，OK 嘅，我哋今日非常好，第一日系，咁所以有一半嘢卖晒啦。哇，系啊，咁要再整咯，又要翻。系啊，我哋其实每日都会整嘅，但系今日卖晒啦，咁仲有份蛋糕咯。最受欢迎系咩啊？最受欢迎。最受欢迎咖喱鱼蛋。冇，有都卖晒啦。系啊，即系睇都冇，睇都冇得睇。睇都冇得睇，俾个执嚟睇睇。第一日已經賣曬啦，就犀利哦。OK OK， 係。仲有聽日後日㗎嘛？聽日後日繼續嚟，所以如果大家嚟攻略嘅話，即刻嚟貓之家整一個蛋撻同埋魚蛋先。啊 ，OK OK，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辛苦曬。哇！呢個不得了呢個。哇！其實未到香港一樣，應該係啊，似啦。呢度叫飯堂咯，哇！哦，系，哦，喂，可以訪問，可以訪問連敏嗎？可以訪問連敏嗎？唔係啊，你去啦。誒，走曬喎，走曬喎。即係處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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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處長你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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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一下你嗎？謝謝你跟今天來啊，支持我們啊。對對對。是在直播嗎？對，現在是直播啊，對對。这个频道是 TLOG， 就先记录一些香港人在台湾在高。找到我就要补妆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很漂亮啊！对对，很远一看到想访问你。三对对，哎，今天快乐什么？哎，我来香港话怎么说？新年快乐，三年快乐，三年快乐。就是我今天出发前赖我堂弟，因为他从小在香港长大，我说哎，赶快教我新年快乐怎么讲，但是学得很不好。哎，那你喜欢什么香港的食物啊？有没有？其实我刚看到很多，就是刚那个有拿给我们免费的棒蛋糕，然后还有那个咖喱鱼蛋。咖喱鱼蛋我应该明后天自己来的时候会去买，因为我超爱吃。但是因为你知道很怕脱妆，吃到整个嘴巴都是。啊、对 对, 对。然后刚好拿到这个，就是非常可爱。对啊。对啊。刚刚张博洋就是博洋议员，他也有拿到一个。你知道这个由来吗？等一下哦，等一下，因为你知道在旁边看起来会变形，所以、我很 care。自中。对，然后今天就是很高兴，就是很多就是。在高雄的香港朋友，他们就是非常用心，那跟我们一起，当然高雄市政府也很开心，能够就是一起合作，然后在过年期间初二到初四可以举办这样子一个很有香港过年氛围，因为我们知道香港朋友其实都很重视就是过年的感觉，对，那希望真的在这边让大家要体验到就是香港年宵这种过年团圆的感觉，因为今天也有很多就是其实不只是在高雄的香港朋友，还有很多包括从台北啊从宜兰来的朋友们，就是很欢迎大家，希望就是明后天如果大家还没有决定要去哪里走村的话，很欢迎大家都来高雄一起来过年，然后当然其实我们很多高雄人也希望能够更了解就是香港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活动，然后非常感谢香港的朋友，真的都非常热心，然后非常用心，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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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嗨，谢谢，好，谢谢，那国阳议员是不是要讲个话？
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什么2023香港年宵在高雄，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活动是一个比较软性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认识香港的文化，而且重点是今天处长在这边，我必须要讲，我们高雄就是一个友善香港的城市，所以不管是这个年宵啊，还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一些立场上的表态称香港等等的，其实都会是我觉得我们高雄人的一个基本价值，那所以欢迎大家在初二初三初四这今天第一天，每天下午的三点到晚上的几点？晚上十点有市集，而且还有很多音乐的表演，然后还有文化的工作坊。这里是魏武营的 VR， VR 艺术村，艺术村。大家如果就是从魏武营六号出口出来呢，要走比较远，大概走十分钟，其实也没有很远，大家可以动一下，然后就来高雄还可以流流汗、运动一下，然后来这边刚好吃一堆东西，才不会。可以从那个魏武营知气路跟自强路口这边走进来，大概三分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些文化的还有音乐的表演。对，所以就欢迎大家过年过节的，过年啦，过年期间，然后带着你的大朋友、你家里的亲戚，然后小朋友，然后来魏武营散步逛逛，然后来参与香港人的文化。初二、初三、初四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在魏武营的 VR 艺术村。谢谢大家，看到我们也来打个招呼，或是拍张照、打个卡。这一看就是没有蕊过，对对对对对。没有，已经很好了。没有没有，那我不足你们了，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哇，咁样好厉害，咁样怼个咪来咧，自己嚟喎，超劲。系，等。哎，仲有，哇，好厉害！冇型嘅直播暂时告一段落，咁啊各位网友，听日或者再同大家再见啦，感谢感谢，拜拜拜拜。